这旋律是属于你我的 beat， 我能走到这里真的很年轻，感觉现在忘记会比较容易，还想说你想要继续走下去，这首后期是为了迎合主流群体们的感受，我能为主人做的路前决定到这里的 go， 这首风格的技术比较黑暗比较 underground， 希望我们的风格也能够在地面上行走，一路在走跌跌撞撞拼拼斗斗却从来没有被停留，但我也能在心里那块属于我们的地方，这样的调子好像好像爱迷人的天上，就是那属于我们的定下安置的色狼。